柳月歇，在这时选一个最没用的人来换整车人的命吧。车要掉下去了，选一个。选他呀，还不把秦宝让死了呀。还有个孕妇呢，快快选，肚子里还有一条命孩子，是我丢的呀。好，我来选。数据是不会撒谎的，没用的人就该被淘汰。演了这么久，该画上句号。老板，多久没见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迎风忘绝今，恶瓢沐若渊，悬崖勒马石。还真把自己当骑士啊！还英雄，下次都比你整得好。你这辈子肯定想翻身了。我们真的要相信大数据给人的评分吗？凭什么是机器给人打分啊？为什么是他？我们不能就这么走。是的，大数据，是他的流量。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他们的明天并不是我们的末日。数据或许是正确的，但创造奇迹的不正是他们吗？人心的冷暖绝不是靠片面的群体来丈量的。我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。